最激动人心的发现来自出土的陶片。经过考古测年，文化堆积层最底层的陶片竟然可以追溯至大约20000年前。这是国际考古界迄今为止发现陶器的最早时间。我们住在山洞里的祖先是世界上最先掌握制陶技术的人，这毫无疑问是中国远古文化投射出的又一缕高光。可是新的媒体随之而来，聪明的先民发明陶器究竟用来做什么呢？陶器的主要功能就两个，一个是盛，一个是煮。而最早来说呢，肯定是还是用作吹气的，但是它要是去煮或者蒸，它必须得先去制作出一个陶器来啊，它才能把液体盛装起来进行加工。所以我们应该这么说，陶器的出现呢，应该和加工食物啊关系最为密切。远古先民最初获取食物的途径是采集和渔猎，野果采下来可以生吃，肉食可以架在火上烧烤。而陶器作为蒸煮炊具的出现，会不会意味着先民发现了第三类食物？